朋友们大家好，看一下这一盘芒果。今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制作网红芒果发卡，开始啊。这边清洗一下，这个芒果刚刚被羊咬了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吸干水分，看一下效果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网红发卡。我在网上看他们做的话，又要用牙刷刷，又要洗，这样那样，太复杂了。直接用高压水枪，一步到位啊！过来吃。哎，可以，上给小羊戴上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还是挺可爱的吧。这个